新年伊始，美高梅光迎嚟新十年的起点。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时刻，美高梅以殿堂雕塑艺术特展与澳门市民和游客一起踏上新征程。以玩活中华文化艺术为宗旨，美高梅在1月4日起与屡获国际殊荣、具有中国唐王美誉的中式翻堂手艺人周艺葵手，在美斯美高梅呈现为期两年的殿堂雕塑艺术特展，为居民及旅客带来一场跨界融合生活与艺术的国潮工艺盛宴。过去15年，我们用文化艺术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基因，通过原创、跨界再加上科技，创造了众多独特的创新的原创 IP 旅游产品，将娱乐、生活和艺术完美地融合。殿堂雕塑艺术特展作为美高梅展开新征程的启航点，以五味中最为甘美的甜出发，献上一场甜蜜的生活盛宴，细味生活艺术。美高梅在文化和艺术上注入国潮力量，从传统中寻找灵感，让艺术融合生活，焕发出中华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一次的特展是周艺创作生涯中首个个人翻堂雕塑展览，其以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面塑，结合西方创作媒介翻堂，创作出中国造型人物。特展为美高梅与周艺合力打造的长驻展览，以翻堂及创新当代工匠精神，打造了五座超过两米高、专属澳门及美高梅的立体翻堂雕塑，多维度演绎喜庆和礼节为题的生活故事和风貌，融入历史人物和岭南风俗中的元素，将生活及历史焕活升华。美高梅的主要的方向还是推动中国文化的这个发展，所以呢，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更多的是以中国文化作为原型，然后呢，不断的去拓展，然后呢，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我们双方来说，其实是一种惺惺相惜。对于何小姐和美高梅，他们喜欢我们的艺术作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好的国际的平台，以及澳门这样非常好的国际平台和美高梅这样的国际平台，然后有对外展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食嘢是人人都中意，在生活中见到用翻糖可以做到一啲咁靚咁靚嘅藝術品，其實係好難得。咁所以我哋今次同周艺老師係一個好突破嘅合作嚟嘅。大家嚟到嗰時啦，真係要細心細心，每一樣嘢去細心睇，仲要係360度環回咁樣去欣賞，因為有好多驚喜啊，亦都有好多好細緻、好細緻嘅作品。我想我們美高梅過往這麼多年其實都用不同的一個手段作為一些新的項目展出，尤其是我們在文化藝術，我們今年其實也都是重新一次，在新的一年大膽一點，我們用一個全新的創新的手法去講一個新的故事。我們經常都有說，其實我們很希望澳門是可以跟世界各地講一個中國的故事。一件件栩栩如生的翻堂雕塑承载着各个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艺术家更大胆破格地融汇食品技术工艺，例如面塑、陶艺、翻堂，以及艺术工艺如绘画、喷绘、塑形、雕刻等。大家不妨趁着展览期间一同探索非遗文化魅力、细味当中的细致匠艺及传统意义。